康康啊，待会儿妈妈带你到爷爷那去拜寿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跟爷爷说“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”哦。康会不会？对对对，待会看到爷爷要跟爷爷磕三个响头，会不会？要记得哈，康最乖了。好，穿好了下来。康康啊，不是妈妈，是爷爷，要跟爷爷磕头啊，记得。刚刚真乖。康康，我们走了。到哪儿去啊？今天是康爷爷生日，我带康康回去拜寿。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我也应该备一份礼呀。他们没有请客，也没有告诉我要我去。你能记得他爸爸的生日，也算尽一份孝心了。大姐，车子准备好了。宝叔，又要麻烦你帮我跑一趟了。哎，跑一百遍都行啊，太太。像大小姐这样孝敬长辈的人，我从心眼里边就高兴。现在的年轻人呐，跟过去的都不一样。看看，来，宝叔先抱你出去。嗯。我看这个宝生啊，跟康康还真是投缘。妈，我走了。替我向亲家公拜个寿。好。哎，你开车不能慢一点啊！现在什么时代了，时间就是金钱呢。哦，时间是金钱，你要钱不要命啊你啊！哎，这个你就不懂了。什么我不懂啊？啊，你呀这样开车，早晚到阎王殿去报道去。老叔。倩姨，要出门去做客。嗯，宝生啊，哎，院长来电话，他让你把车子马上开到医院去，他有事情。我要送大小姐出去啊。倩姨啊，自己叫车好了啊。哎，开车小心一点啊。我送你们去好了，顺便有点事跟你聊聊。不敢劳您大驾，我来帮你拿了。用了，看，走。干嘛拒人于千里之外呢？我要去离家，你不方便。有什么不方便？李伟杰已经死了，我不会吃他醋的。今天是伟杰爸生日，你去了，他会不高兴的。放心吧，我只送你到门口。来，康康，叔叔带你坐车车好不好？我生平最恨这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女人。哎，谁准你出院的？我要出院就出院，谁管我？我知道。
吃饭了。我不要吃了。神经病又犯了。哎，对，等一下，把这个拿楼上去。是寿星老爷，这里边什么东西啊？支票。哦。哎，来，跟叔说再见，亲一下。替我生一个。妈，你看大嫂多孝顺，都记得爸今天过生日。倩怡，你真好。康康，要不要请爷爷出来？我们要吃饭了。今晚爷爷在哪里？嗯，快过来坐，过来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这孩子知道跟我磕头。爸，康康跟大嫂是回来给你拜寿的。千一给我拜什么寿？不给我气寿就好了。爸，大嫂出国那么多年，都还记得你的生日。他这份心意，什么心意啊？我担当不起。爸，大嫂要是没有孝心的话，她也不会记得你的生日啊。你中了她的这份心意，你不要给她太难堪嘛。那你就看在康康的面子上好吗？走啦。老头啊，倩怡带了礼物来给你祝寿的。叫他带回去。爸爸，我是诚心诚意回来向您拜寿的。这年头啊，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多的是，不必拜寿了。刚刚是谁送你们来的？是我的朋友。我知道，那是你过去的朋友李达明。是不是你们现在已经旧情复燃了？爸，你说到哪去了？他只是送我跟康康来这儿啊。康康是我们黎家的孙子。你如果要改嫁的话，康康可不能够改姓哦。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甚至没想到过要嫁人。我劝你呀，不要为伟杰守一辈子寡。我已经尽了做晚辈的心意了，你不接受，我只好走了。你呀，今天是你过生日，弄大家一肚子气。大嫂。对不起，爸爸的脾气。我知道。
他心里只有你哥哥，而我，你们个性不合，也没有什么好怨的。你了解就好了。原谅爸爸那样对待你，没什么需要原谅的。我一直很尊敬他，其实他对我有误会，我还是一样尊敬他。他是个好爸爸，他也真实个性对待所有的人，没有做作，没有虚假，他没有错。我相信时间会化解我们之间的误会和隔阂，你放心，明年的今天我还是会带康康回来的。倩怡有多好，还给你买这么多礼物。哎，太太，这倩怡跟咱们儿子没有结婚之前，这倩怡就认识那打球的李达明。我们离家，怎么样？我想来想去，也不会有个白痴的孩子。哎，这康康会不会是？你神经病啊你！最近我觉得李先生情绪好像不大稳定。我也是有这样觉得。阿明，李先生回来了。什么事？六月份的欧洲巡回公开赛，李先生要不要参加？为什么不参加？李先生的伤，什么伤能够阻止得了我得奖金、领奖杯？医生都希望你能够休息一段时间。去他的医生！哪个医生也不会比我自己更了解我的体能状况。李先生，要往长远一点的地方想。多长？多远？人要把握现在，把握眼前。什么叫长远？5年以后还是10年以后？谁知道你待会出门会不会被车撞死？还是出去踩了香蕉皮摔一跤变成植物人？现在要决定，眼前该决定的马上决定。我要参加，只要时间不冲突，所有的比赛都要参加。人活着就是要面临竞争，球员就是要参加比赛，要不断的比赛。是，那你马上去办吧。好，我马上去办，我先走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让你去把孩子拿掉，你去了。我去了。哦。我没有吗？你敢不听我的？孩子是我的，我要生下他。你居然敢反抗我！大不了离婚，我已经受够了。啊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对。是我说的。好，明天我找律师去办手续，我会给你一笔钱，让你舒舒服服的过。生下了孩子，你留给我。我不要。你不要也不行。我不要你一分一毛钱，我只要孩子。那更不行。我就是不要你的钱。你凭什么不要钱？我可以做工，我可以靠我自己来赚钱养活孩子。你赚钱？啊，你不要以为你有钱你就能买到你所想要的东西。你不要以为金钱是万能的。怎么样，我就是不要你的钱。你没想到你最不放在眼里的人我都不要你的钱。你有那么多钱你又能怎么样？你不是一直要撵我走吗？现在我自己走。
我不要你一分一毛钱。要离婚，你把孩子留给我，你还要收下我给你的钱，我给多少你都要收下，否则的话面谈。你告诉你，在我面前你摆布不了我，你永远没有反击的机会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听清楚没有？你玉林女士，你苏主任，你爸爸在找你。哦，小心点哦，他发脾气了。为什么？院长打电话回家找你，你妈说你到离家去了。啊？院长还打电话给了尹梦君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砸死砸头胎！呸呸呸！地上你都能压死。你敢偷听院长的电话呀？谁说我偷听了？刚才你跟苏主任说的话，你要是没有偷听电话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耶，我不小心听见他。哎，你等等，老李啊，你觉得那个电脑专家尹梦君跟咱们苏主任是不是配成一对儿啊？我看呢，你倒跟我可以配成一对儿。你少臭美了，哼！我就是守一辈子的寡，呸呸呸！我就是一辈子不嫁人，也不会嫁给你。你先带孟军去看看整个医院的设备，他要为我们医院设计一套电脑，把医院各部门那儿科学化管理。嗯。哎，快去啊！请吧。麻烦你了。不客气。听说你带康康到他公公家拜寿了。嗯。现在的女性啊，能够像你这样周全的，很难找到几个。不见得吧。非常感谢你帮助我们设计电脑，让我们医院管理能够进入科学化。哪里，这是我的专长啊。我知道像你这样专长在国外非常吃香，我很欣赏你能够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回到国内贡献所学。我也很欣赏你尊敬长辈爱护子女的这些行为。这算不了什么，我在你身上找到了传统中国妇女的美德。请原谅我说话太单刀直入。你并没有说错什么。我要说的话还没说呢。哦。我是一个超过了适婚年龄的单身汉，这次回国除了应聘到电脑公司工作以外，另外还有一个目的，我希望在一年的时间内能够找到一个理想的对象。凭良心说，我已经失去了谈情说爱的兴趣，而且也没有时间。苏小姐，我们虽然没有见过几次面，
但是我已经肯定，你就是我要找的对象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结婚以后，我带你回侨居地。我在国外有一栋很不错的房子，康康呢也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。那是不可能的。哦，不不不不，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急着拒绝我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会爱康康如同我自己的亲生孩子。而且呢，我在国外的生活非常单纯，你也可以生活得无忧无虑。你怎么知道我有忧虑呢？我看得出来，你全心全意地在教育康康。到了国外，我有能力让康康接受最好的旗帜教育。对不起，我现在不考虑再婚。对他的印象怎么样？院长指的是苏倩怡小姐。嗯，非常好的一个女人。哦，不怕您笑话我，倩怡是我梦寐以求的典型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展开攻势追求她？刚才我已经向她求婚了。啊，哎呀，你比我想象中的要积极多了。可是她已经拒绝我了。哎，怎么会呢？你有这么好的条件。我有耐心，我会继续地接近他。嗯，一定会成功。同时，我也会帮你劝劝他。我担心的是，他已经有了对象，那我就枉费心力了。没有，我敢保证他没有对象。继续努力吧。谢谢您的鼓励，也谢谢你的帮忙。我明天再来了。随时欢迎你来，不只是这个，有空可以到我家里去坐坐。谢谢。哎，啊。再见。哎，朱小姐，请你给我接李达明。哎啊，如果他不在，你告诉他的秘书，明天上午我请他打球。哎，孟娟啊，哎，下来。什么事，姑妈？有人找你。啊？哎，林大哥。莹莹是你呀、啊？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？我想学电脑。林大哥，你晚上有没有空？有空啊。那我在家等你。好，我一定来。谢谢，再见。朋友吗？朋友也要看什么样的人呢、啊？沈英慧那种女人，哎，说的难听一点，已经是残花败柳。你娶了这种女人，你一辈子都不要见人。姑妈，我说过，我跟她只是朋友，我跟英慧不可能了。那你还去她家干什么？我总觉得欠她一份情。你什么也不欠。你回来没有多久，我就去找过他，他已经大着肚子是个孕妇了。可见，他跟你交朋友的时候，已经跟别人有了关系。你找别人去陪。少来少来，别人不清楚，我林光荣还摸不透你吗？不要在我面前摆架子。哼，你也少在我面前耍威风。人家左一声林总，右一声林总，呵，你就真以为你是阔佬啊？呸！你有多少斤多少两，别人是不清楚，我沈英慧还不清楚。你神气个什么劲儿？哦，在董事长面前又鞠躬又哈腰的，就差点没跪在地下当哈巴狗。你不要在我面前神气，我大不了离开这个餐厅不干经理，我可以回舞厅再当大班。哼，你呢？
你要是离开这儿，三餐饭你也别想混。哎呀，我求求你，叔，我求你，行不行啊？不行。来的客人都是过去一些老朋友，比赛舞厅的时候，这些火山孝子每天都来捧你场，这好意思呀、啊。以前是以前。英慧啊，你可别逼我哟。哼，有本事你开除我好了吧？你以为我不敢？哼，你试试看。我现在就开除你，沈英慧，你被开除了。林总，你可别忘了。你在账面上玩的那小花样，我可是最清楚哦。哎，你，我走了。哎呦，别生我气嘛，吵归吵，咱们还是老朋友嘛。那今天我请假，可以吗？不行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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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谁嘛？帮你挑着。哎呦，我难得清静，你就不能让我在家休息休息啊？嗯，这件好。姐，我跟你说，我让你打扮成最美丽、最妩媚的女人，起来换衣服嘛。哎呦，你在搞什么鬼？去啦去啦去啦！英丽不是？英丽说的朋友，原来是。请坐。这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。什么难得的机会？一别十多年，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跟你说。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越过越好，我越过越下去，就这么回事。林慧，我希望帮你一点忙，你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我。英丽想学电脑，你能教教她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你为弟弟妹妹牺牲已经够多了，难道就不为自己的终身幸福打算过？人算不如天算，管他的，就这么混下去，到哪天不能混下去再说吧。要不要抽烟？谢谢，我不抽。干嘛一定要抽烟呢？在那些地方，不抽烟喝酒的人，光闻烟味酒气也会上瘾的。哦，你跟那位苏大小姐进展得怎么样了？还谈不上婚嫁。干嘛那么累？又不是黄花大闺女，又拖了个笨儿子。你对她有好感，肯娶她，这已经是她的造化了。话不能这么说啊，她可以不嫁。那当然，人家有的是钱，人家老爸又有一家医院，又有很多其他的事业，有身份，有地位，有事业，哼，哪像我。我并不是看上人家的才识背景啊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你现在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你们是门当户对。不谈这些好吗？谈谈你，这十几年。没什么好谈的。说穿了，拿青春换钞票，就这么回事。如果有什么可以让我尽力效劳的，我愿意。我最需要的是一个有钱的老公，你能帮我找一个吗？也许可以，不过也要有缘分，恐怕你看不上。我没有什么看不上的，只要他有钱，能让我过舒服日子就行了。何必这么现实呢？
生活就是最现实的，没钱呢，什么都别谈。你变了。你难道没变？我是说，你已经不是我十几年前所认识的沈英慧了。从前的事，我早就已经忘了，也没有时间去想，而且好像已经离我好远好远，远的就像是从来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一样。你可以走。欺负你了？没有。哦，对嘛，我想也不会嘛。你是个好球员，你终于肯定我了。现在你也有钱了，够资格娶倩怡了吧？为什么？基本上你是个贪得无厌的人，你心要娶倩怡的动机还是不纯正，你还是要想得到我的事业财产。我不要你一分钱。如果倩怡不是我的女儿，你还这么缠着她吗？我们来个约定好吗？我娶倩怡，绝不要她带任何东西，只要是跟你的事业财产有任何关系，我绝不动她。哦，我要证明给你看，我只是爱倩怡，跟你的事业财产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。这个约定你该满意了吧？只要跟我的事业财产有关联，你就不去纠缠她。我可以陪你打球。你明知我的体力跟球技都不如你，这倒是可以肯定。我只想跟你并肩齐步，走吧。爸爸，你找我啊？嗯。我要你当副院长。我当副院长？对。我还有其他的事业要管理，医院这方面我要你来接管，负起全部的责任。爸爸，我要照顾康康啊，我几乎连现在工作做的都不够好。没有什么做不好的，康康可以另外找专人去照顾他。你学过医事行政的课程，只要你有心去做，就能做得很好。我怕我会做不好，那岂不是辜负爸的好意了吗？你是我的女儿，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。爸爸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不为什么，这是命令，你服从命令就行。康康，在给牛吃草啊。康康，你看我送一条狗好不好啊？
老师，不要把狗给他玩，脏死了。哎，院长跟小姐昨天晚上又争执起来了，待会儿在车上你放机灵一点，别让他们再吵。看，太太，你放心，我在车上会很机灵。老沙，啊。你们等一下，我去叫一下倩妮。你手上抱的什么东西啊？动物园呢？我加件衣服。哎，你加什么衣裳？作为院长的司机，总要穿的像样一点吧。哎，康康，快下。老张，他爱玩什么尽管给他买，不准他摸狗。也不准他玩烂木头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你这么大的嗓门，国际机场都听见了。看看啊，看看，外公跟你是好朋友啊。不要玩这个烂木头，你要玩什么，外公给你买。猪，猪大班，嘿，猪大班。我看你才是狗仗人势的狗大班呢，哼，把人家好好的信念得像猪八戒似的猪一样那么难听。猪跟猪都是一样的嘛，如果你不愿意姓猪，那你就改嫁嘛，嫁个姓白的叫白猪，嫁个姓史的叫死猪，嫁个姓花的叫花猪。你是死黑毛猪。哎，小沈医师，什么事啊？沈医师，我告诉你啊，人事大改组，董事会呀，正在商量副院长的人选。哎，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？你管。我看呢，院里边应该请你来当副院长，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懂嘛。我想跟你谈一谈。什么事？在这里不适合吧？没有什么不适合的。这里不适合我跟你求婚。你有什么资格求婚？为什么没有？我老婆已经签字离婚了，我现在是单身汉。她怀孕了，不可能跟你离婚的。要是她已经把肚子里的孩子处理掉了，堕胎，你居然不阻止她？你不是人！不要找借口拒绝我的求婚。我已经跟你老爸说好了，娶了你，你就跟苏家的一切断绝关系。我是娶你的人，苏家的任何财产我都不要，除了康康。要是火机长爸爸医院呢？那我就放弃你。因为我有自信，你会舍弃苏家的任何一切，跟我走。所以，爸才决定让我当副院长，逼你对我死心。副院长，他知道你恨苏家的财产，可是他偏要用这些套牢我，让你娶不到单纯的苏倩怡，要娶就娶苏振芳的女儿。他以为这回我会像以前一样的死心，我连没出世的孩子，我和我老婆的婚姻，我全押上了。就叫他们放弃。你们谁都可以不放弃，不过你不要再拿我当赌气和争夺目标了，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决定。我一直争的都是你，爸争的也是我。我比你爸爱你千百倍。你们也害了我，要不。我怎么会负气嫁李伟杰呢？我更不会生下那个没有人争、没有人爱的低能儿。
回来了。嗯。倩一没一块回来。这么近。康康现在乖极了，刚由离家回来的时候，我陪他玩还哭闹呢，现在一个人在屋里玩的挺好的，又不闹人。我们没说他，我指这屋子太清静了。还是去看看康康，一个人也怪可怜的。可怜什么？让他多适应。别理他。院长，这放哪儿？康康，康康，他外公给你带什么来了？嗯，哎，不要吃少。嘿，你真气！来，外公教你啊，带上。给病人看病，听听病人心跳的快不快，要是不跳就是死了。哎，你自己听自己的心。叫你听自己的心跳不跳，你听牛干什么？哎，这是对牛弹琴。院长，说不定啊，他以后会当个兽医。你茶沏好了。老张，下次你们我说话你不搭腔。哎呀，院长啊，真不懂得幽默呀，给你开这点玩笑，你马上就翻脸了这个。嗯，康康，要当医生了，啊？来，先给我打一针。哎呀，被你公公气的，哎，打血管啊，还是打皮下呀？哎，这人也真奇怪啊！年轻的时候玩大球，年老的时候玩小球。我是年轻的时候也不玩球，年老的时候我也不玩球，我真有点混球。看看，走，咱们俩去溜溜去。干什么？你不认识我？我也正想问你这句话呢。我知道，你是干弟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是干弟。要想成功的话，要从干弟开始做起。来，康康，叔叔教你。不用了，这玩意儿谁不会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从小啊就拿竹竿打石头，不用您费心了啊。是我，爸，你不是把店里哪样东西看得比你命还重吗？去把人请进来，我当面跟他谈。我老早就把他轰出去了。啊？我们离家不是过不去了，根本没有理由卖店嘛。当然有，离家没有人接替我的手艺，我不把店卖掉，我把店传给谁呢？伟杰没有了后代，也没有人能够接替他的好手艺，传给谁呢？爸，你说手艺没人传，我不否认。可是你说哥没有后，康康呢？你不承认他是你的孙子？他本来就不是。爸，
你真不公平。哥是天才，你就以他为荣；康康是低能，你就不承认他是你的孙子。我要是嫌他低能，我就不认他是我的孙子，那我还算是人呐？那你为什么不承认他？我不认他，是因为可能他不是伟杰的儿子，因为我们黎家世代没有白痴。好酒量啊！哪里哪里啊！你以为这是医院的消毒酒精啊？谁说医生就不能喝酒的？啊？我规定的，你喝醉了，明天在手术室拿别人的肚子当西瓜开啊！为什么喝酒？我三级跳了啊，还不能喝两杯庆祝一下啊？算了，万一一级跳空，你可一跤摔到底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那是大姐你自己啊，我要一步登天。坐享其成的啊！你想要做投机分子，我干嘛送你去念医学院？把你交给道上的朋友混流氓不就成了？你呀，给我脚踏实地的干，少做白日梦。喂，找哪位啊？啊，苏倩怡小姐。